当这位徐老师呢，是我的算恩师，也算我的贵人，对，就是我们莫名其妙就搭在一起了，然后就开启了我开始唱歌的这条路。有从外县市来的游客吗？有吗？很多哦。那莲花村这个地方呢，其实培养了很多歌手，那也很多我们台东著名的歌星呢，都来这里开一个小小的、小小的演唱会。那我之前呢都是在外面，其实我一直很梦想可以进来这里唱歌。今天可以来练，我想应该是上帝听到我的声音，所以让我进来了。好，但是我现在有点紧张。如果大家唱不好呢，你们就当做娱乐，好不好？ Okay. 好，今天是平安夜呢，先带来一些应景的歌曲。先带来第一首歌曲，这首歌曲呢叫《白色圣诞节》。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美国知名的歌手泰勒斯有演唱过，所以如果他唱不好，就不能有意思了，好吗？好。这首温馨的歌曲先送给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